奥运冠军孔令辉与马苏爱情长跑了十年，依旧没有进入婚姻殿堂，却几经波折，不时有恋情终结的传闻，让两人的关系再度被打上了问号。而近日有媒体拍到马苏与吴奇隆逛街至深夜后，也有了两人相恋的传闻，而孔令辉目前没有对此做出回应。在伦敦奥运会结束后，有圈内人士爆出马苏与孔令辉的恋情已经名存实亡。有媒体披露，随着马苏的心路越来越顺，心里也发生变化，对孔令辉女友的身份也开始排斥。在如此非常时期，马苏与吴奇隆竟被拍到逛街至深夜，有图有真相后，尽管不能就此认为两人正式成为恋人，但对于绯闻，吴奇隆和马苏想躲都躲不掉。然而马苏和孔令辉这对经过十年长跑的恋人，何去何从，仍是一个未知数。